看什么啦，慌慌张张的。乔凡上援助我的 IG 了，颜值超高，手艺一流的帅老板，咖啡超好喝。没想到援助额看起来冷冷的，私底下又跟搭档联络感情哦。底下的留言好热烈哦，看来乔凡的咖啡店要大红特红哦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紧张兮兮的？ 我还在准备开会的东西，你先去忙吧。哦，不好意思。这条手链好像是……应该是那个人。谁？ 就我有一次去送咖啡外送，有一个不认识的女生突然跑我车上，所有坏人在追她。该不会把手链掉在乔凡车上的，就是援助儿吧？老板，老板，看我这里。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哦，好好好。 谢谢谢谢，乔凡，怎么回事啊？先援助我，在我这边打卡，结果他粉丝跑过来要咖啡。哇，老板，你真的有点久了。哦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好。你先坐一下，我马上弄咖啡给你。没关系，先忙他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挡到老板了，可以救过一下吗？不好意思。谢谢，老板，你很帅哦，我可以跟你拍一张照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 一二三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老板，我们也可以跟你一起拍张照吗？哦，可以啊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跟你借个位置，请。来，三二一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老板，我的咖啡。好，马上好。再拿杯咖啡。在这边，不好意思。 九点了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咖啡让你久等了，没有。欢迎光临。来说去的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现在人有点多，那位置可能要稍等一下，是我们朋友，可以再换一下。今天的公文我签完了，你拿出去吧。好。哟，以前总监哦，日理万机，每天桌上的公文呢都堆到这么高，什么行政啦、财务啦，包括最重要工厂的公文都要总监自己批。可是现在他给我三分之二都被周特助，周总监拿走了，真是的。不过这样总监你就可以多陪陪惠民姐啦。有更多的时间去约会，这样也不是坏事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这样想的、啊。对了，你那份黑色文件也是要给我签的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董事长退回来要拿给陈总监的。董事长会退公文？ 对呀、啊，你先给我看。哦，看完我帮你送给陈总监。哦，好。谢谢老板。不用客气，谢谢。 喂，什么事？你帮有约预支设计费的签成被退回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以为你知道原因啊。爸没跟你说为什么吗？完全没说哎。那份公文卡在阿杰那边很久了，但他都没讲，我想说应该没问题呀。而且之前有些厂商需要周转，而且都会通融，这次张有约是真的有困难才来开口。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哎。嗯，没关系。 我再去找他问清楚，这件事我来处理就好。嗯，拜拜。董正。